Bill Evans， Bill Evans Trio， 他是 Bill Evans Trio 的，他是 Bill Evans Trio 的作品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干净的爵士，对不起，爵士钢琴。这张是非常非常干净的爵士钢琴。哎，对，但是这个讲起来很怪，但是非常非常干净，应该说怎么讲？它上面怎么样？这样上面是这样写，很干净，很干净的，听起来很干净，很干净的爵士钢琴。好嘞，这样。我没有想过，我拍戏很多年，没有一段台词 NG 的一个小时，我基本不 NG 的，我拍戏几乎都是我自己要求重新再来。我跟导演说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我表达了可能不到我的意思，我想重新再来一次。那次是完全就是过不了了，因为他那个台词实在太复杂，他是那种没有任何生活感哦。他就讲什么拿一个什么60年代的美国歌手啊，然后讲什么爵士乐怎么组合在一起，然后什么他的什么琴是什么，他的钢琴是那种干净到什么让人什么完美无瑕的那一种，然后什么古典的旋律啊加现代的什么，就讲了一堆这种台词，而且还要讲那个歌手叫什么名字，英文，大家还在那边现场研究半天。然后有一个叫 Bill Evans Trio， 然后一个叫做 Miles Davis， 哦对 Miles Davis， 然后我就念成什么 Miles Evans， 两个人都在一起，那全部都是东凑西凑把它凑在一起，哎自己演完之后，不对，刚好讲 Miles Davis， 也没有人发现，对，因为大家都已经被念的有点乱了，然后那两段台词，就搞了一个小时，差不多一个小时，我发火，有点崩溃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好不容易前面三分之二都已经 OK 了。演到最后一段，哇，又是谁？这个 fusion 呢，是 Miles Davis。这是一种呢，受到在美国的60年代末期，对不起啊，受到美国摇滚音乐的风格影响出而衍生出一种新的音乐形态，对不起，影响。好嘞，这是它最大的特色。进而也影响到钢琴，钢琴摇滚的钢琴的音乐之门，爵士摇滚，来，你可以坐在沙发上听听看，这是本店最好的坐沙发的位置，这是，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，你可以坐在沙发上听听看，这是本店最好的听音乐的位置。好，请。还没有接住，可以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找到开关了，感觉了，我找到开关了。来，开个六。在第一段忘记。Bill Evans Trio。这一张呢，是听起来很干净，很干净，很干净，很干净的爵士钢琴。很干净的爵士钢琴，我知道，干跟钢。很干净，对啊，就是钢琴，对啊。来，听 Miles Evans Trio 的演奏，这种声音会干净到让你想起鸡皮疙瘩。Miles Evans， 必有啦，哎呦，他讲必有就变卖哦。接转听啊，听 Evans Trio 的演奏。Bill Evans。Bill Evans， 确实。Bill Evans。对，就是很难。是卡在你身上这样。没有，重点是外面。还有垃圾车。垃圾车一直来。对对对快要过了，你知道，讲得特别顺，然后又来了，垃圾车又来。来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真的好棒哎！听现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。耶！这边夜店，感
感觉要离我们而去了。要转弯。哦、oh, ，nice。快走。走了，来。哎。换别的音乐喽。来了。好来，哟。来。来我。是。好，真的好棒哦！这跟 TCT 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哦。这个 fusion 是 Miles Davis 做的。来听过，来这个，来。还有古典味很浓重的口水弹法，进而呢影响到爵士乐坛很多重量级的钢琴乐手。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。这车是经过第二台了吗？一直绕呢。对啊，不有一本是吗？哎，再一次。不。快离开那个小镇！我提他为什么重复两三次吗？他想看戏吗？因为电不就收一次吗？我靠！等一下，妈，那个灯电关灯的，我请他开起来。好，不要管他了，灯开起来好不好？把这些黑砂金都把黑砖上全给砸了，砸了，全都砸了。